你有身孕了，你知道吗？傅京，那也得是带刺的金条才有诚意啊。回叔，你快去找刺耳朵打不断的那种。啊，好。行了，你还真让我背啊，走吧，走走走走。不是要傅京请罪吗？ 以后我们能不能不吵架了？走。以后什么事儿都听你的，别生气了。好。不过我有个条件。听说潇潇他们两个有个约法三章。几章都行，但你能不能别提他们啊？说吧。 以后早起要亲自为我梳头，给我画眉，天冷了得为我添被，天热了得为我打扇，离开我的视线超过一炷香，要提前告知。先把药喝了吧，来。哎，那个，最重要的就是，你能不能不要再逼我喝药了？ 你前面说的我都可以答应，但是这药，你若是嫌苦，我喂你。你这同甘共苦的手段，也太过分了吧！你怎么了？哪不舒服吗？没事没事，你别动不动就要给我治病的。 你有身孕了，你知道吗？以后我每天都给你把脉，不要乱发脾气，不要乱吃东西。离开我的视线超过半炷香，就要提前告知。还有，那个真经也不能去卖了，太费精力。我们又不差钱，那么多夜明珠在那堆着。那是送你的，又不是送我的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分你我？ 你让我好伤心，悲痛欲绝。我随便一说的，你别激动啊。我以后都听你的还不行吗？